电源线拔掉，开始了是吧？嗯。把电源线拔掉，把机器的开关关掉，然后这边有两颗螺丝，拧下来。另一边也有同样有两颗螺丝，拧下来。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有一个新的马达盖，然后就放上去。同样，两边各两颗螺丝锁紧就可以了。好，也行了。